是 Jenny， 今年26岁，一名职场白领。对待工作，我兢兢业业，一丝不苟，得到上司和同事的认可，但在他们眼里，我是一个扑克脸。其实我一直很想融入大家，让大家感受到我的热情，但因为牙齿不齐，每次开口说话，总觉得大家的目光盯着我的牙。当我发现闺蜜因为隐形矫治有了很大的变化，我决定找医生咨询，做出改变。医生推荐了我美观透明的隐形矫治器，不影响日常社交，并告诉我治疗后一定会有漂亮的微笑线。我的矫正之旅就此开始，日复一日，我的牙齿越来越整齐，我开始变得主动和同事交流，我们在工作中越来越默契，能更高效地协作完成工作。在向客户展示方案时，我也越发从容自信，精准地传达内容，一次次获得了客户的认可。现在的我不再是扑克脸，成为了大家眼中的social女王，笑对每一天，自信每一刻。